好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系统训练的高级部分第九个小节，就是我们的反手拧拉训练。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，注意一个单步再加上一个肘关节要凸出来，一上去的时候这肘关节一定要往前顶，然后靠我们腹部的力量把球带出来。好，跟我练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